吐了，吐了，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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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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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呦呦呦，早安，午安，晚安，早安，午安，晚安，晚安，早安，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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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就是想听到这个，对啊，哇，你也很会 cue， 你可以去台上表演才艺吗？对吧？那我要先离他远一点，离讲台远一点。欸、他对，那我要离远一点。你可以用那个吗？这边可以你用那个吗？那个歼灭的那个，应该是没有哦，这边没有。那没有，那没关系，那我。那这样，我今天要为你表演一首这个最近大概两年前很夯的一首歌，最近也很夯啊。对，这有 BO Tonight， 这我怎么唱啊？我不会唱，我说有尴尬感，好尴尬。谢谢。谢谢校长，谢谢校长。哇，表演真好，表演真好，乌鸦飞过去的感觉。哦，这麦克什么时候新增的乌鸦、欸？哇，对啊，哇，看到很多字飞过去，嗯，觉得生气。今天呢，没有什么新活动，哎呦，对不起，我没梗呢，没事，新闻社也没梗呢，我们有苦了。那有梗可以投稿给你哈，可以，来啊，那个如果是蔬菜的梗不要、哦，我不吃那个梗啊。那如果是那个电锯杀戮魔的那个梗呢？那就打在你头上。我怎么又觉得乌鸦飞过去了？哦，好多乌鸦哦，好多！你看头上好多乌鸦，乌鸦好多，好多，好多。不祥之兆，我们该去想。哎、欸，不对，现在不能睡觉，现在不能睡觉，不还不能睡觉啦。不祥之兆，不开薰衣草。不是有人说看到乌鸦代表不祥吗？还是没有啊？好像有啦，跟谁的虾皮没关啊？我啦，虾皮，这是有这钱我买东西，什么一堆基因怪，然后就不见了，是怎样？好，哎呦，哇塞！我要去买东西，好忘记了。对，甜菜汤现在可以升级，再升级喽。到了，升级，所以升到最后会变怎样？就是有不是有一阶甜菜汤，二阶甜菜汤吗？哦，那你可以二加二变成四，四加四变成八。哦，那加八等于16，那会不会变成香菜汤啊？哎，可能味道会有点变呐啊。那没关系，我拿不到就好了，我拿不到就好了。啊，如果谁送我那个，我就会砍下去。热，我跟你没门儿。我跟你们玩，我们之中就是没有缘分。你把他爆啊！一样这两个。今天我询问我们那个乐透女神的那个意见，今天她说二十七号。哦，二十七号，这可是这边只到25号哎。你今天只能签二十七哦，对耶，对耶，哎，今天只能签二十七哦，没有，你今天只能签二十七哦，没有，没有，这个已经重置了吗？重置了，没有没有，17+10就是等于27嘛？不要，我要抢。那你那16+11嘛，对不对？16+11是多少？27，对耶。哎，在买彩券还是在算数学？好了，三六了，多一点了。哦，拜拜了，气！我现在才突然发觉，哎，不对哦，刚刚怪怪哦，对哦，最后一个数字不是25吗？来的27，我怎么突然觉得27怎么怪怪的？27，欢迎，哎。来，小资的送你，我来做浓汤，终于抓到小资的。等一下，你可以把他这边变成他那个练等战斗的。我要打死我没经验，太没经验了，大家都没经验，他感觉就是很厉害，你可以帮他冠上一个名词，帮他取个。嗯，我就是猛。你就猛，
你就猛，好，你猛，你猛，好啦，你们才猛啦。那我要日常问一下，所以现在那个铁矿还没办法转换原矿嘛，对不对？铁可以，就是、那个说换换那个鐵，就是原本的铁原矿跟现在的铁原矿不是长不一样吗？就是现在你要赚的话可以，就是你要用丝绸就挖下来的，就是上面可以换的。哦哦哦，已经有、哎、可以换的。哦，那深板岩的有，深板的也可以嘛？耶、yeah, ，可以啊，碎了。哦，太好了，那我可以安心挖了。你要干嘛？我今天去挖矿。那我们可以揪团去。玉髓锭可以换四十颗钻石。对，玉髓锭可以换四十颗。哦，可是玉髓我在那边炸，我在那边炸地狱。你可以做一堆什么去炸？哦、但是玉髓锭要四个玉髓才能够那个啊。玉髓片哦、啊嗯，就是那个炸那个速率很快。哦，真的啊、哦。炸一个小时，炸了做出五个还六个的玉髓锭，好、哦、不划算哦。哦可是床很简单呢、啊，有啦，差别在于你多了一点炸东西的爽感嘛，对不对？炸东西，你这个炸的艺术破坏床属性啊。不过如果你去挖矿的时候用丝绸，对不对？用丝绸不会有挖矿经验值。哦，对啦，这个是真的。对，可以。大家去楼上看一下，那个楼上有个告示牌，可以看你所有的生活技能。那个技能，你每个滑鼠上去移上去点一下，它会有详细资料。好，好啊，开心开心。我问一下哦，嘿，副本 BOSS 打完是一定会给券还是不一定？一定会给一张券。他没有给我，也没拿到。那雨月就、那是我上一次真的是没有哎、欸。哎、我现在打完了，我身上一张券都没有。那就是上一次不是我把团了，我以为上次是我把团。没有，是真的出问题。看来你是好眼力团团啦。没有，我是没眼力，好不好？我好眼力，我早就会确定了。究竟今天哈基斯一直修修修呢，还是有游戏体验的呢？下午有稍微测试，只是刚好那时候测试的时候是有东西啦。有券。嘿，嘿，嘿，怎么咋回事啊？今天我来担任酱油的角色。嗯哼嗯，我最近酱油没了，所以你要开始讲话讲半小时嘛。嗯，对。我跟你们说，今天有一个 A 朋友，然后跟我讲说他 B 朋友跟 C 朋友吵架，然后他那个 A 朋友就说你评评理，然后我就想说，可是这个 B 朋友他讲的是 C 朋友是很有道理，然后但是 C 他讲的太坏了。他对 B 朋友讲，那我可以先问一个问题吗？是什么啊？是什么故事？啊，你一直在说他们怎么了？怎么了？但是我听不懂哎，好像没有任何故事内容，实际看似好像有结构，实际空洞的概念。没有，他们不是男女朋友吵架嘛？他们是吵架都喜欢来找我的。哦哟 ，OK OK。我差点弄肌肉都怎么做？有要帮忙铺那个地下那个苦力帕那边的，可以到伐木区，有很多的地板门。我要去睡觉，很多地板门，睡觉，睡高高喽，睡高高，再度过，喂，困呐，你睡啊，困啊，你睡啊，熊猫团团，睡了睡了睡啊，好 ，good 啊 good。Good, good. 为什么身上会有糖啊？为什么？为什么你打女巫会有糖啊？哦，有机会会有糖。哦，安装完毕。为什么你还是没有？我就不懂了。诶，什么东西？那个卷啊，掉落了，卷没掉。哦，我嘛唔知。总之我刚刚打完是没有卷。我嘛是上一次啦。嗯，好。大家安安，我的扭扭怎么直向？发生什么事？安安，有被兔宰过吧？啊，给你。上次我把它包起来耶。哦，谢谢。很难的。把它包水饺。谢谢。红包卷一张。您是我们的大哥了。大哥。你就是我们的大家长。大哥，大哥。牛。跪下。先交头。
跟我截止。哎、欸，我跟你讲，他既有女王属性嘛，没有啊。所以各位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下一套要什么了？女王的女王装，我需要一个配件。对，可以直接是那种红心女王装那种。红心女王，你是说爱丽丝里面那个红心女王？他上次已经，他上次已经红心过了，要换别的，要换别的。那黑桃啊，我跟你们讲，你们这些讲话的，等下以后来我们工作室，让你们全部穿一件，拍一张照片，然后工整贴在那个墙上那样子。工整，已经不是在墙上签名了，是直接在墙上贴照片吗？贴贴照片。等下以后是贴墙，我们这边是红心女王墙哎，红心女王，红心女王墙。那我们还要，从。你知道是不是要那个有 PNG 档啊？之后直接变成扑克牌是不是？对啊，快立得，快立得，快立得，有个羞耻东西。那我要当小丑，我要当小丑，里面那个小丑牌Joker 就是我。现在是不是没有卖那个啦？用那个农作物换的。哦，农作物没有，暂时先没有。OK， 好。想说小雨今天的重置值多少钱？李扎克。20块，好贵嘞，贵贵贵，中规中矩。那我想说，小雨突然在种田，然后怎么了？没有，我在考马铃薯。他在练他的农业技能。我在没有，我在练那个啦，那个同仁。同仁。黑色沙漠都在用料理了，这边还要烹饪。这边比较简单啊，这可以放着先去做其他事情再回来。对对对对对，蜜蜂回家。耶、yeah, 啊，把你开走。那小雨，我们来挖一个大水池吧。你新增什么？好啊，新增一个腾腾很爱的东西。你说熊熊吗？香菜，香菜，香菜谁说的？抓到了，抓到了，我就说我跟他没缘了，没有缘分，我们缘分不够算了。啊，如果你未来遇到一个很爱吃香菜的怎么办？花泽香菜。哎、欸，没有啊，其实他很爱吃。如果味道遇到一个很爱吃香菜的，很棒啊。为什么？就把东西给他就好了。没有没有。那他如果吃火锅，他就是喜欢在里面烫香菜，这样怎么办？对，谁会吃火锅烫香菜？烫香菜谁会啦？谁烫过啊？他就很喜欢啊。屁啦！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直接烫两斤的香菜在里面。两斤。他就你在点菜的时候，他就那我要一盘香菜。我相信、我要菜菜锅，我要那个香菜饭。我从来没看过有人会直接啃香菜梗，你知道吗？这搞不好他真的超喜欢成这样啊！對對他是狂魔吧？你要喜欢？对，你就是香菜魔人，他超爱，爱到爆炸这样。哦，我的天哪、啊！然后他就跟你讲，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啦。其实我以前学生时期的时候，拿过三届那个吃香菜冠军。那你可以再去比赛，然后那个钱分我吗？没有，那首先你要跟我，你要跟我在一起，然后你要跟我一起吃香菜。小雨，我在你家。不好意思，我可以香菜。没有，我跟你讲，真的爱吃香菜，看到我身上，哎，不是我身上，我的，你身上的餐上，你身上是不是？好 ，OK， 我的餐里有香菜的话，他一定会拿走啊，对不对？是吧？有时候你不可以挑食哦，要吃完。没有没有，香菜没有，不需要。你在那。那这样就代表你不够喜欢我。没有，我是不喜欢香菜这样。没有，你不喜欢香菜就是不喜欢我。哦，好、啊，拜拜。因为香菜而分手。哎、欸，可是啊，就有很多人因为什么挤牙膏挤头，还挤尾巴，然后挤中间，强迫症不是吗？对呀、啊。那你们挤哪里啊？挤尾巴、啊。随心情。我也是随心情。我也是随心情，然后看就是挤不出来再从。那个尾巴没挤过，尾巴对对对 对, 對、啊，那所以你就是中间派嘛。完了，我们不适合，不适合，无解无解，一定要从后面挤的啊。哦，觉得都可以、啊可是。可是你知道，因为那个就是通常就是刷牙， okay. 就是通常就只有意思，大概就是晚上睡前刷牙。嗯、啊，你早上不会刷、哦？早上就很没有意思，就早上就是懵懵的，就是牙膏拿起来就直接挤。我有一次还拿到沐浴露，哇，这边吧，洗面乳，那应该很干净哦。对啊，我那个很保湿，牙齿很保湿，然后脸很干净，很保湿。平常是有多干啊？哦哟，很保湿，好猛哦！大家都，所以是什么感觉？什么味道、啊？
对啊，就是很像就是吃到，因为我不知道牙膏就是感觉有点甜甜的，然后那个洗面乳就有点那个像吃到肥皂，色色的吗？拉拉的牙膏，因为牙膏是小朋友的吧，一般成人的。还会有甜甜的吧？啊，台南的牙膏口味，台南的牙膏，哇哦！还是你每次买牙膏回去，你就自己在里面加一坨糖浆，然后搅在一起。那我觉得牙膏应该没事。我跟你讲，有用吗？请问一下，其实我是拿炼乳在刷牙。好，应该说是蛀牙哦。对啊，我牙齿健康的，真的哈，真的。所以他其实姓曾的什么、啊？是什么？你去看那个商人。哦，好，我等一下去看。啊，我现在去看好了。啊啦啦啦啦啦！麻烦你，不是我这里没有商人。我这个没有在贩卖的，谢谢先生，没有在贩卖的。哦，哎，哎呦，奇怪呢，我看一下也不行哦。我怪你在看我拉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说看一下也不行，奇怪耶。小气啊，拉屁啊，危险啊！你们两个怪怪的，什么叫做看一下又买卖的？你们在干嘛？没有啊，他就怪怪的，经过就可以看一下，经过就可以看一下，把那边拉开来看一下哦。对呀、哦，好哎、哦，好哎、哦，就是经过就拉开来看一下，哇，我的天哪、啊，这是怎么回事？是你有的他也有，是不是？哦，这个很赞哎，这个居然有卖，再大一点吧，就知道你最爱了，宽一点吧。哎呦，所以我看一下没关系啊，对不对？哦，好 ，so sweet。哦，你这里是怎么回事？这个很棒，对不对？而且还发光，这里是什么回事？你在干嘛？这长得不一样，是发光。没有，你看是，你这是走过去看一下呢，你。阿旺下面这边也很夸张啊。哦，我下面很夸张，天哪！哎，你他自己快过来看啊，这也很扯哎，真的啦！原来现在是三个人在互看，熊猫鬼，看这个超夸张的啦！哎呦，哇塞，你太夸张了，量也太多了吧？这超大，噼里啪啦蹦，天哪！哎，他拿手走了。啊，他收哦，等下再把他你们到底要干嘛了？你在干嘛？你看这超扯的，我想去看呢，你要不要去看？你可以来看，哎，没有，这真的很扯哎，上次你也刷太多了吧？就十六本两个礼拜吧。对，我觉得还是很扯啊。那谢谢咯，不是这里，抱歉。不要看我的，不要看我的，你走开，看一下，看别人的，不要看我的。刚刚我在看什么什么？看他们的，看我的，哦，好多围观群众啊！是因为我也很多，他一直叠不起来啊。哦，用掉了。这个是这个戒佛是谁的？这是我感谢你给我看的欧米亚给我走的欧米亚给欧米亚来一堆素礼。我的天，说送一把香菜哦！啊！我就说我跟他没缘分了，小雨可能在一起了。哎，传我，传过去你那边还是把你传？你传来我这边，我就把你传走。要讲清楚哦，看这一箱会出事。哦，我们这箱也是很多哎。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是没有经验塔之类的东西？钓鱼吧，现在吗？捞东西吧。没有，对啊，那我去打怪好了。嗯，可是我觉得烧东西很快，我现在45等。没有，我是要修我的稿子。哦，我的稿子剩半期，我91等。91，搞你怎么搞的？我不知道啊，你怎么搞的？你怎么搞的？怎么搞的？哦，你很夸张哎。对啊，我就夸张啊。什么呱呱啦？呱呱，夸张啊！夸张，听着呱呱，我想为什么叫呱呱？我在挑战大家的极限。你是什么？你是什么意思？我真的不懂了。什么艺术？没事啦，什么艺术？哎，哎，扭扭掉下去，他不能交配了。哦吼，啊，什么意思？我都觉得有点在挑战乌鸦飞过的极限了。嗯，对啊，哎 ，Bobo 已经一堆乌鸦了。Bobo 是乌鸦商人呢、欸。我
不加的，他是人，他是斯文，哇，斯文哎、欸，那你是指挥官哎、欸，你好强，很帅吧，赞吧，啊，你是无时无刻都在开打吗？哇，哦，那重压沙龙应该是没有停过，真的哎、欸，根据他用 bug， 利用 bug。啊，波波，你今天不是想要当导游的角色，你要继续讲啊！但是你要不能有乌鸦哦。等一下，我现在在那我应该是要进修个十年哦。哦，这是什么？波波，这是那个未来会变成牛牛旋转塔，我们就是牛牛在里面繁殖，有没有？然后在这边砍一砍，它的肉就会下去。哦，然后它是，然后它会上下上下的。这我们这是采取人道。哦的那个，这才一点都不人道好吗？这哪里人道啊？你搞阿潘，你是在盖个屠宰场的意思咯？对呀、啊，屠宰场哦，现代化设备。他现在说是养殖场，啊，还没有屠宰场、哦。对，他们走的一点都不遭罪的，真的。哦哦，真的。对，安内哦 ，Yeah， 安内，对，我才刚被夹了一下，我的天。安内 tonight。哎，所以墓园下面的这个第二层是为了要苦力怕，有点忘记了苦力怕，所以要把它压低一点，让一般的骷髅啊、僵尸生不出来。哦，可是那个苦力怕啊，不苦力怕输掉加落那个，不是后来就要没了吗？没有啊，还是可以打、啊，还是可以打、啊，几率没了。哦，不是加倍没了就不能打，还是可以，还是有机会、啊。你想想，今天咸酥鸡特价结束，你吃不吃？照吃嘛，对不对？我还是不会，我不会买。合理的，不会买。哎呦，有人又度过今晚了。我的右脚震动着牛牛来，牛牛。那生小牛了吗？哦，冲装哎，水哦！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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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失败三次，失败四次，四次！我跟你讲了，我接下来就爆炸了，你相信吗？哦，换你去了，水位垫起来，先跟我讲一下，别人水位都垫好了，对啊，垫都垫起来还不冲？小雨都弄好了，不会跟你抢了。我 OK， 你先冲，我 OK， 我 OK， 你先冲，对，我 OK， 你先。哇，他们一家人在做旋转木马呀，开心，这样很开心啊，不能倒，没有绑在一起做旋转木马、欸，哈哈，他们走的时候一点都不遭罪的好吗？哦，想想看，你想看有人把你绑在旋转木马上面一直转转个一整天？哎、欸，其实我觉得旋转木马真的是这个游乐园里面最恐怖的东西了。为什么？真的吗？还有海盗船也是没有旋转木马很晕哎、欸，你不会啊？所以咖啡杯你是玩到咖啡杯吧？哇，没有咖啡杯那个是可预期，但旋转木马真的是无法预期，就突然间莫名其妙就哦微晕微晕，然后就晕过来了。微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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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发生什么事情？你晕船了？就晕晕马晕马了马了是晕马，那个熟练度不够。哈哈哈哈哈！熟练度都出来了，被甩下来哦。哈哈，所以你们不会觉得旋转木马很可怕、啊？不会，咖啡杯比较旋转木，虽然咖啡杯比较可怕、啊，摩天轮比较可怕。摩天轮，摩天轮还好吧？很高哎、欸，超慢的、欸，它是一个凌迟、啊，很可怕，真的很可怕，超可怕的。看到了，看到了，它是凌迟，最可怕的东西，世界上最可怕的。我可以玩那个云霄飞车，不能摩天轮。为什么？哦，因为云霄飞车反正闭眼睛就过了嘛，是不是？云霄飞车很快就结束了，摩天轮你在上面纠结很久哎、欸。是可以看很美的，我说在上面看风景哎、欸，看哪有上面看风景哎、欸，超恐怖的。摩天轮那个没有这边任何冷气，然后那个风超小，洞超小。你知道我之前去坐的时候是两三个人窝在那个洞口，然后那边一直呼吸，好热好热好热，好热给我氧气，给我最后一口气。之前那个高雄是哪一个的？好像是草芽道吧。那个摩天轮转超快的、欸，那个是台风天吧？没有没有没有，他那台风天哦，你是说那个转哦？对，我想之前有那个，好像日本那边台风不是，它是360度那边直接包厢那那个是自由转吗？哦，那个很恐怖哎、欸，看得很开心哎、欸。
哎呦哎呦哎呦，直接一个七哦，一个四十五六七。好了，该下来了。没请问你今天是有吗？我因为我刚电别人水位，我刚刚看到有人爆炸了，没错。对。啊！怎么又重冲？啊！怎么又直冲？啊啊！啊！怎么冲耐久？冲点别的、啊。好啦好啦，我去拿钱啦，没钱了啦，没钱了。哦。你莫急啊，莫急。某某啦，某某。他们大家其他人说草木到了真的很快、欸。那真的很快啊！我花技巧技好强、啊，我也没做过，没有。那你有做过猫缆什么吗？猫缆没有，恐怖的东西。猫缆就超慢的、啊、而且也是蛮热的，不是？哎，可是其实有一些的摩天轮或者是缆车是有冷气的耶，对啊、哦，我知道有一些有，但是那个很少，超级少数啊。就是像什么剑叉山的那个，就是完全没冷气啊！剑叉山，他要崇尚大自然，Nature。剑侠奇缘山嘛，对不对？可以哦，厉害哦！哎呦，原来如此啊！猫缆，猫缆的玻璃地板哦？你说水晶车厢吗？猫缆的是玻璃地板，嗯，有一些是吧？它应该有分吧？对啊，哦。反正哈基是不会去做的啦。嗯，这你就做了，你知道？哎，猫缆那个有些那个，它不是有那个好几根，它就是一个线在牵着吗？它、嗯、经过那每一根的时候，都会咚咚一下，那个车厢震一下，这样子很恐怖的、欸。然后换线，而且你知道有时候那风一大，是整个车厢都还在晃呢、欸，整个车都在晃呢、欸，很恐怖呢、欸。好激动！没有看过缆车会晃吗？没有，我想看。你有看过缆车会？完了，爆了！天啦！我猜是蓝屏。交易不是是，我没有。我忘记要先那个了，要放一个泥土。对，哦，屌力放一个泥土，抓到。我忘记了。屌力，屌西的。我突然想起来，我买那个哈基那一把绝世神剑。他那个价格都标在上面了，你都没看。哦，我知道了。哦，那个自定贩卖啊。对，自定贩卖。哦。哦，我们可以放个广告，我想去。这是谁的锅呢？这是我们的乌鸦商人。BO tonight。Tonight， 对。BO tonight。等他创建一下啊。好了，进入乐园。没错。是不是该盖游乐园啦？不然我们都去不了。哎、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感觉现在去游乐园就会只想在下面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已经老了，没有啊，就只要上去坐的年纪。就是应该说台湾的那几个我都其实还好，是不够刺激。新鲜感没了。如果真的去的话，还是都做一遍啊。啊，你知道我现在会让我有想要去的，应该就是环球了吧？因为没去过。环、嗯、球，对呀、啊，人歪歪的，你说环球你歪歪的、哦？不是啦，什么叫环球？环球你歪歪，你歪在骂人哦，心痛死啊！对，你在骂他吧？你骂我吧。跟你讲啊，你刚刚卖 YY 哦。哦。哎，这是哪里？这是哪里？我是谁？开错伺服器了，抱歉。我怎么在泥土里？哎，嗨，谁 ？BO Tonight。我没有扣血。哇，这是哪里？我是谁？这里是哪里？我开错伺服器了，抱歉。被关起来了。这是哪里？我是谁？而且还有空气耶。还有 ，We are about to be all tonight。再等个三十，再等个三十秒，你们再看一次广告。广告，我讲万一可以再看一次广告。我说台湾的云霄飞车比日本刺激耶，真的假的？真的不知道。那你的游乐园想盖什么东西？没玩过日本的，你说游乐园？旋转羊驼吧，只剩下旋转羊驼。羊驼要重新收集啊！旋转山羊，七夕才会尖叫。对，我们家附近高山有山羊耶。旋转山羊会在那边叫，那所以到底是人叫还是羊在叫呢？一起叫吧，一起叫，被撞就会叫了。我掉下去。
哎，奇诺比奥在家。奇诺比奥。这里是哪？这里是哪里？我刚才在干嘛？要放一个泥土。那我要先去拖一块泥土。不是要泥土，我忘记了。我现在他那个交易，我也会交易啊。左边要放一个。哦，重放一下。好，还是我直接给你好了。然后你直接把剑给我。偏懒哎，不要，我要让你试看看这个东西。我好奇那是什么剑。下，我要看我的剑爆了。你剑爆了，你剑爆了，你剑爆了，剑爆了，你怎么剑爆了？我是没办法了，它是攻击的。哦，小雨，你可以这样，就是我想要摆那个商人可以买。哦，便宜耶，这把剑很便宜耶。哦，买了，我看我买不买得起。这样哦。哎，入格。我那时候这样弄被观众嘴说这样很没效率，叫我去用海。然后不，你的剑要被抢。会吧？啊，不会要买哦。现在开始是拍骂大赛了吗？拍骂，拍骂，拍骂。啊，什么买？啊，买？哪个买？叫声比较大声就可以买得到哦。我，来金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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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拍骂，拍骂大赛。感觉很羞，还差一条一百哦！哎，这把剑十五转起跳，十五转一次，十五转一次，来来来，来来，一来罗刀，一来罗刀，16 16 16 16来16 16 16，这下是竞标啊！哎，竞标竞标竞标，15转15转一次，没有走错，我16 16 16，那你的钻石钻石钻，我出17 17 17 17 17 18 18 18 19 19 20 25 25，好了，你给我没有这么多，25 25，钻哦钻哦钻哦，好，你等我一下，我现在需要保安去我的那个银行，然后领一下。对啊，还是你要用信用卡了？信用卡，我刷卡的，那我要刷了之后就不付钱。阿旺，你脱妆一下，全身脱妆。你怎么最近都叫人家脱衣服啊？对啊，完了，叫人家脱衣服哎。他很喜欢叫别人。没有，我想让大家看一下我这把剑强不强。哦，好强啊！我没有写是名字，奇怪，等一下啊。壮士一杀人。我没有发，让他发。耶！我今天执行法官是谁？我马上杀人，公然杀人！笑死！究竟要私下和解，还是要直接开告呢？他进来，请问校长，你要出多少赔偿金私下和解？反正我确定是25的嘞。哦，25，那你等一下，我马上申请出来。25哦，没有想说有没有杀人，不是会显示说谁谁谁用什么什么东西杀掉了？会啊，嗯，是要铁针过的剑吗？要命名过的，啊，命名过的剑，没有，没有，我问到一个不对的东西，你哎，假钱呐，假钱，叮当钻石钻，对呀，该告了，开庭了。不会呀，我要看你们血流成河，又是一样的被告，真可怜。对啊，小雨，这怎么这么看戏啊？你真是开心的在看呢。这样我们那个法院就有第二章了，对不对？对啊、第一章都已经结束那么久，嗯，结束那么久，对呀、啊，这是我。哎，修补可以付、哦，修补可以新的哦哦，去的哇哦，因为失业了，没事，失业了，那就是赚外快而已，那10外块、哦、还是有用吧，就是还是比较便宜呀、啊，不用花赚，对啦对啦，比较便宜一点，而且如果你用锻造的话，它不是100%啊，对啊哦。所以修补有一二三吗？一把只有啊，没有，就只有一把。哦，我的盾牌修补3哎、欸，搞对啊，好强哦！哦，强哎、欸！哦，基因快出现，某处、啊、用某处哦！啊，对，现在是3回了，用某处哦！哇，天哪、啊！哦，
好可惜哦。因为这个是技术问题，这我蛮不会懂。哦，你是说改版之后吗？对。哦。你要去打 boss 啊？啊哈。打完再回来。啊哈。我地板门也铺完了。全部哦。对，我刚刚挖的。所以今天没有连续剧可以看吗？你只是想看抓马而已。我想看啊，想看抓马。哎，真是的。好哀伤。真是的，这群人，真的是，真是。小乐，谁？他在卖烟火。嗯？你在卖烟火？为什么？卖烟火？卖烟？嗯，卖烟火、啊。那你知道抽税吗？国家要抽税。不用了。我们不是学校吗？对对耶。对啊。对耶，我也是。你知道不能卖烟呢、欸？烟火。可以卖香烟糖，烟跟烟火不一样吗？我刚刚又突然觉得好像有乌鸦飞过了。没有，你只是单纯讨厌我。所以你知道健，你知道抽健康税是不是？健康税啊，健康税。我需要一个好地方。我听到乌鸦叫了呢，哇！我也听到了，会咬人的乌鸦，会咬人的乌鸦。哎呦，可爱的乌鸦。你为什么要这样？这只乌鸦喉咙不太好、啊，真的。进来看这只可爱的乌鸦，我进来看看这可爱的乌鸦。没事啦，没事。没事啊，你就这样子啊，我没事啊。没有，我刚刚很尝试在思考到底要接什么。我没事、啊，我 OK 你先听，我 OK 你先讲、啊，我 OK 你先插。我刚刚有很认真，我还配合你叫变半乌鸦在叫。没事啊，没事，我真的没事，我真的没有试图努力了。嗯，没事啊，没事啊，我真的没事啊。嗯，看来没办法了。嗯哦，哎呀，哎呦，阿旺，这个是电水位呢，还是没有？我只是加减用一下，我没有别的东西了。哇，一转卖64个烟火，懂赚哦？对啊，是不是赚吧？玩啊，厉害吧？懂了，薄利多销，薄利多销。薄利多销，薄利多姿，薄利多姿，多利多姿，哇！你们撞梗了，哇哇哇！我要拿羊撞你了，撞你是怎樣？撞香菜的梗。哦，嗯嗯，走，走，苦力怕刷怪塔，你们不是已经在盖了吗？啊，就是现在要用地板门啊。对啊，现在还缺很多地板门。我这里有很多啦，我正在铺，我这边铺完应该就够了吧？要忘缺剑吗？哎、欸，你缺剑吗？我超缺啊，我剑爆了、啊，是缺剑了。给你这个哇，剑爆了！哦哇哦 ，Oh my god， 听起来有点不妙。可是，嗯，那你要弄这把啦？他我想说他两排攻击，攻击，我去试一下好了。他有没有想到一个东西想问大家？但是我现在忘记了，怎么办？还是等你想起来。那我觉得想不起来。要拿个香菜吊着一条线，然后催眠你。没有啦，这只会这只会让我不爽而已。然后我就只会让我不爽而已。就让我不爽。嗯。哦呦。最近就是都待在家、啊，真的是没发生什么事。对啊，欸、我真的觉得会常就是有常出门才会有一些事情可以就是聊，你知道吗？对啊，在家每天都一样。就最近还下雨，都快发霉了。你可以跟我一样买那个哑铃组啊。你是在家举吗？没有啊，可是你这样就只是多了一个举哑铃这个动作，可是你还是不会有新鲜事啊。有啊，你可能会被哑铃砸到脚之类的。对 啊, 啊，你说可能会压到脚、哦，或者是你可能今天不小心坐歪了，然后你的那个手会有其他事情受伤。可能哈基就会说，听团团在房间是的声音之类的、啊欸。可是其实我讲到这个啊，就是你们在运动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这样喘气吗？我知道会发出声音会憋住、欸，会吧？
会腻味，正常都会吧。嗯，可是不会这样子，因为你知道我去健身房真的遇到有人就一定得这样。对，我们就啊，没有代表他很厉害之类的吧？就叫啊，就啊，他很用力哦，我的耳朵。对哦，你说他运动到一半，然后突然开始奇诺比奥，是不是？不是啊，就是举东西、欸、用力的时候就开始啊，要叫出来，不然我跟你讲。我还真遇到有快要变成奇诺比奥的，我真的是快笑死了。奇诺比奥也太那个，就是快要啦，我就觉得超好笑。可是照理来说，你在运动失利的时候有出声音，反而是爆发力啊，对，是有啦。可是就是常常那种太大声的，其实反而就是有点干扰到，就刻意这样吗？对啊。哎呦，然后只要每次我就是因为我就上教练课嘛，每次只要就是可能刚好那个时候就有人在那边大叫，然后呢教练跟我就会互看了一眼，然后就在偷笑，确认过眼神。没有啊，就是你就跟教练讲，然后眨眨眼，然后换你在举的时候，吓回去哟、啊，叫回去。天哪，我会先吓死。真的，然后其他路人过来那边看到说，哦，原来这家店的传统就是要叫出来，是，然后整家店里面超吵的，吵死，好灰，啊，他自己那个蔬菜销毁，你那个不一样啦，他自己，哦，没有，就是可能就是不小心哑铃掉到地板上踩，压到脚趾头就会啊。哑铃，不哑铃，好重啊！哑铃 swing， 好重、啊。团团，你有没有多的紫水晶？ Yeah. 有哦，紫水晶没有哎、欸，我上次挖完的放在前面哦，就不见了。我可能要再找洞哦。我们家这个原本的这个位置下面不太会有水晶洞了。我是离蛮远的，但是有哎、欸，有，嗯，我刚看有，我们家下面有，在歪走，有小黄，歪等于零以下有，哦，你也有看到是不是？对，有看到，怎么有只蜜蜂钻出去？如果真的要去找那水晶的话，去深海的地方比较容易看到吧？是哦，对，会一个洞一个洞在那边，对啊，你会看到有一坨圆圆的黑黑的石头，那挖下去应该就是了。我看到一个世界奇景，这岩浆居然流到一半没流，嘿，没流，小黄呢？你的附体贴上的，你抓到了吗？还没。因为我想再抓几只那个，你说龙源吗？对啊，我们家下游没。对啊，我们家底下有那个很大的湖，真假的？对，很近，我挖过来超近的。我来抓抓、哦，哎呦！哦，这个抓抓抓是不是有音效啊？你是抓错地方了，抓错地方了！哎呦，刚刚有四个东西爆炸，吓死人！你不要抓烟囊管啊！是什么烟囊管？烟囊管啊？烟囊管吗？这是什么东西？就是排气管啊！哦，噼里啪啦！我是台语直播的烟囊管。对对对，我还真的不知道台语是那样念。闽糖贡，闽糖贡，闽糖贡，母糖贡，母糖贡，米田不要讲，不要讲错哦，会出事哦。不要找米田贡，我这里有黄黄的。你这边怎么挖来的啊？不然以后来这边好了。边啊，这边还没。等一下，我回去。刚刚有跳了呼吸山，我还没。以后要下来这边玩了。这边有一只黄色的耶，反正、啊、我刚刚捞了一只了，这边还有一只啊，这里上面，哦，那你有家往哪里？哦，往这里走，打好久哦，发光鱿鱼耶，好想抓哦，哎，这边超多黄色的耶，这不准备的还不够吗？我刚刚准备的全身几乎都是。几乎都是地板门还不够，不够哇！哦，你这可能要复工复工的地方吗？好了，好几次了，超近的。哦，剩下也要有那个吧，身上也要有那个介符盒，然后里面都装满这样。
呵呵呵、嗯、可能如果原本没有铺的状况下就需要，但是现在剩下一小圈了。对，嗯，那我这边带回去看看。你这边就是。哦，我现在才三等诶。哦。你可能少呼吸一口气吧。对啊，居然。可能比较晚登出或什么，对吗？就差了那一点点。嗯。就差一口气。为什么我的农田里面会有十五个红石粉？那你？你是种甜菜啊？你玩模组，然后有吃那个长石粉，有作物模组，红石粉。我跟你们玩东西是不一样、啊，你是不是自己跑去其他的伺服器了？哦，哎呦，哎呦，怕爆！地底下的东西，最快了。矿物生成改了之后，都一大开始又有一堆人讲不同的东西嘞。现在有两个流派，有人说钻石城听说好像都在负五十六附近，然后有人说 Google 到维基说是在负四十五，不是越深越多吗？维基哪有写这个东西呀、啊？我不知道，他说 Google 科普钻石，我说哈，哎，早知道好难抓哦。他说 Google 一下之后，科普钻石是在负四十五附近。所以现在好多种说法，因为还有一种是我们之前听到的、啊，越深 越容易嘛。不是啊，就看我影片就知道啦、啊。我自己用大数据的，我用大数据去测试，用大数据哎、欸，反正就是越往下挖就越好嘛。没有跟你在那边那个谁维基写的，还是谁讲的，我自己直接测大数据，有人说直接实测，不然够实测了，超负责任的。我听说好像是，哎、欸，对啊，我听说那个谁好像是怎样哎、欸。啊我昨天那赖群啊，五共，隔壁张阿姨传来，张阿姨说那个麦块啦，麦块，嘿啊，阿姨说麦块，张阿姨很潮呢哦，啊哎，阿姨怎玩哦？啊张阿姨讲那麦块，我基本上我那是负四十五就直接钻石，咖喱金咖喱孙贡，好康，暴力塞，修金宝，暴修宝，暴修宝，暴修宝。老金老丁酒老卡阿公酒阿妈哥哥酒妹妹爸爸酒妈妈，我刚刚听他，我刚刚想说你该不会说爸爸酒阿姨，我说阿友邀请我，阿友，我说阿友，直接找到张阿姨去了，阿姨你又回来了，阿姨回来了，然后这时候你就要跟你爸妈讲说，爸那个。阿姨传的那都有时候都是人家假讯息，甚至人家假讯息有没有？嗯，不要阿姨，我不想努力的要修。好 TP 哦，什么 TP 啊？我去找你。你还在家吗？我没有在家，怎么不在外面吗？是啊。哎呦，好啊 ，TP 你啊。好啊。滴滴巴拉蹦，滴大力一点，滴大力一点，让他叫出来。这个踢是不是？踢啊！原来是物理的踢哦，有人被踢了，我刚听到有人被踢了。怎么都没有？你想要啥呢？想啥呢？挖钻石啊！我真的觉得、哎、村民僵尸啊！哎，留着、哎，老。有没有人有东西可以让它变回来啊？没有，我有。在墓园。我等我一下。哦，我在楼上 TP 的，所以我的模式。哈哈，赶快回来啊！自己哦，自己嗯嗯，手动一下，噼里啪啦碰。有，我知道我的搞不要爆掉。我在迷路哎、欸，你传我。哦，真的假的？你就一起迷啊，不然你就一起找回家的路啊。大不了我们一起迷嘛，对不对？哦。看到人了，谁呀？就你看到是我，嗨，我要回去了，哈，哈哈哈。哎，我到超商了，我到超商了。什么？有些火把是这样子的、啊。我想说你怎么擦伤了、啊？超伤，超赶快包扎一下啊！我就拿急救包，好，这边。第一木第八碰，哎、欸、哎、欸，
哎呦，哎、欸，我那个一下，我也是，我也要。等我一下，我回家拿那个。哔哩吧啦蹦。好。饿了。嗨，你好。他要不进去？还有新大陆乖哦。给我噼啪碰完，噼啪碰完才传这样。哎呦，他怕怕吃死，很怕很怕要死几个，很怕要死。没错，是关系吧？够惊。嗯，怕了怕了，被怕就好。怕爆！我来呀、啊、我来呀、啊，我拿着虚弱黑剑药水来了。我在试图困住他。页面又来了，别的乌鸦，他不会打你，打到自己死掉。我们他打不，他不会打我，他不会打，他没打到。可爱的龙源，我在这边进来，这边这边过来，你进来，你来，你来，你来，看着急。哎，可是真的很神奇耶，因为我想说，你们苦力怕这边这样压下来，可是不是蜘蛛也是比他矮吗？对，会生蜘蛛跟苦力怕、嗯，或者是中间可能要用那个，半砖那个半砖再压一下，地毯就可以了啦。好的，哦，地毯也是可以的。嗯，换来路子，半砖你走一走会 K 啊。好，我会盯着他的。好，你盯着他。小麦，小麦，我家还有很多罐，有需要再叫我。好，你酿很多药水啊。对啊，我酿一次三罐啊。以后波波要 TP 前就会说我要 TP 咯，等一下你是不是在别人，你是不是在你的田地上？不是吗？做好所有的安全措施。没有，事先要带好锄头在身上。哦，好、哦，又把我的田踩坏了，这样。然后帮你弄回来，帮你弄回来，帮你弄回来。你在十万格外种田哦。没事没事，没有看到你，没有看到你，没有看到。哎。高山的田，我的牛怎么越狱了？它怎么出来的？你不是说你要生太阳吧？然后你现在要感觉你现在关它？没有，我是给它盖个宿舍啊，宿舍，对，那个宿舍只有一乘一的大小，二乘二大小，是不是？不是，我这个是多少啊？究竟是宿舍还是监牢啊？对啊，我怎么有监牢的感觉啊？我的是一乘一乘六，好可怜哦。是我问题，说我现在两只牛就抓的两只牛都跑不见了，我现在只看到一只而已，发生什么事？他想逃跑啊！他听到他的住宿环境，决定先撤离了。哎、欸，我有那个哎、欸，那个热水系统有没有？然后这个电有电有，冬天冷会有地热，然后夏天就会有冷气，然后等到长够大之后，它就会熟透了，对不对？哦，啊，我看到了，哦，这边有一个漏洞啊，哎呦，快点回来，有 bug， 有 bug， 有 bug， 对，修 bug，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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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g， 你想到大家也有人跟我一样这么辛苦，嗯，有点欣慰 ，bug。那边怎么有痛啊？发生什么事？有痛，有一个洞啊，有点痛、啊。哦，哈基很忙哎、欸，要帮你带上去啊。上面不能放啊。不是啊，我可以放在身上啊，我 Q 给你啊。哦、没事，已经那个弄差不多了。哦。又煎坏了。为什么可以用左键？会多点两线。哦，那我真的觉得滑鼠遇到这样子真的会很痛苦。嗯，一定啊。换一个，要换。不然就是那个，刚反应是说点两下吗？还是？对啊。哦，是吧？买新滑鼠了啦。对啊。前阵子刚换新滑鼠、哦。我跟你讲，如果以后要我要再换一个滑鼠，我绝对不想拿无线滑鼠。啊？为什么？因为无线滑鼠，你玩到关键时刻，万一它没电，你不就很好笑？那你可以我确实还比较贵的，我确实也预告好强哎，可是还是会有机会啊。那个啊，可是我的这只很强哎，我一个礼拜都不用充电哎。哇，它没有这么容易没电吧？
没有是没有那么容易啊，但是我就还是有遇到他突然没电，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我好像在玩 Apex 吧，就爆炸了。哦、oh, 啊，等一下，等一下哦，我要那个弄一下滑鼠啊，不是刚好在对枪，对啊，他不是上面都会有灯吗？就是他快没电的时候，他大概会闪很久、啊、我这个没有哎、欸，我的这没有，可是可以用电脑直接看电量，想一下哦， oh. 怪怪的，我这滑鼠点到就是每次打开箱子会把我的装备给丢出去，我那时候吓死了。我之前也是，然后我就好了，开心的了。好困扰，僵尸医生，僵尸医生。底下苦力霸之城应该是放好了，不知道有没有缺啦。你会看到有个这样。我收集，反正非苦力霸踩在上面就是会不动而已啊。嗯，不动。啊。拿去哪里呀、啊？铁斧。哎、欸。好、啊，你捡，你捡，你捡。啊，给你，你刚刚讲什么？刚刚讲什么？没有，因为我打掉，我还没捡而已。哦，你直接冲过去捡了。这里。木头吗？你是不是永昌没有讲？哦哦，没有没有，我刚刚是从上面走下来的、啊，我是从上面走下来的。哦，抓到。现在走下来要唱歌。对啊。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我要过来了，我要过来了，这样吗？没有，重点是我要拿你的什么石头了，我要拿你的那个强化书了。快来，快来约我！我要过来了，我要过来了。到时候第一次来看台的人想说，这台到底是不是都每个人都有强迫症啊？做什么都要讲。所有事情都要讲出来，真的。我要干嘛干嘛喽！我要干嘛哦，拜托。我要来了、哦。哎呦，然后看到我们上法院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先说。下楼没唱歌。下楼没唱歌。下楼是管你的吗？这理由听起来超荒唐的。就我的啊。哦，应该吧。我也忘了放这边很久了。允月，我跟你借三个青金石。拿去，杰克，如果是你的会涂粉红色，你不可能是紫色啊。没有，我现在有紫色跟粉红色的啊。因為粉色哦，你全部涂粉红色啦。涂一涂的。不知道，等下涂一涂，小雨就说：“哦，你为什么拿出那么丑？”会啊，我会讲啊。对啊，我会讲啊。对啊，我还是会讲啊。你去啦。快来快来约我，快来快来约我。看，就有人用无线滑鼠打楼打到一半，然后就没电。那好，之前有说你要买贵一点的无线滑鼠，要买贵一点的哦。我然后 Tommy 看到就说：“哎，这个感觉很棒哦，挥一下好了。”还好、欸，他不会玩我的滑鼠哎、欸，他也不、哎、不怎么无线哎、欸。哦，他比较喜欢橡皮筋啊，对不对？对啊，超爱橡皮筋哎、欸，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们出去吃饭，门开着，然后就到处去探险，然后就找到橡皮筋。橡皮筋，可是他找到橡皮筋很危险、啊，很危险啊！危险哦，他把它吃下去，超危险。所以基本上就是我其实基本上能够看到的地方都已经没橡皮筋，但还是可以翻出来，就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总是会漏掉那么一两条、嗯，然后都会被找出来。然后现在就变成是，只要我们吃饭，然后发现哎、欸、怎么他出来，然后又赶快冲回房间，然后哈基就赶快过去看一下。没有、啊，他是扫地机器人的、啊。基本上猫做坏事的那个表现都超明显的，真的哎，厉害掉，一眼就看出来。对，他只要趴低身体快速逃走，就代表他做坏事了。做坏事，坏事，或是你突然叫他，然后他突然，然后看似很紧张啊，做坏事。对，嗯、但其实都没有在藏的，就是跟人一样哎，猫猫本性啊，对，笨猫猫。然后 Tommy 很常就是那个啊，就是我们现在在吃饭，有时候门会开，他会出来走嘛。嗯，然后常常就会发现他就会有很像那个就是你渴望力量嘛那个梗图的样子，一模一样。一半看着你这样子，对，他就只露一半看着你，然后就一直盯着你看，然后就超好笑，就不知道在干嘛。像我有一次好像就是中午吧，中午有时候他自己会开门，然后中午就去弄东西吃，然后。
然后弄完我突然觉得有视线，然后一看，你怎么在门口看着我？王力量吗？对，王力量吗？哎，这不是你在端东西、端牛奶？对啊，气死我了！他就是突然就是这边暴冲，然后突然冲到门口，冲出去，然后吓到团团，然后再冲回来。他是直接冲到我脚下，我很怕踩到他，我就吓到我就抖一下，然后我的牛奶就洒出来。然后他洒出来之后呢，他又冲回去，然后呢到门口面前，然后呢就一直盯着我看，然后那一副很无辜，气死我了！你吓到我了，那个、一点你怎么把东西弄出来啊？我看他的脸看着你。然后之后我擦干净之后呢，我就去稍微看他，就是盯着他看一下。然后呢之后他就在那边，就你知道猫咪有时候不是就是可能做错事或是怎，或者是就是悠哉的时候，他就会就是眨眼看别边这样。他一直在那边眨眼看着别边装死这样。然后后来隔天呢，他又突然暴冲到我脚下，但是这一次我手上都没有拿东西。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是要来吓我是不是？”然后呢，他又开始装没事的走回去。没有啊，我怎么会？我只是一只猫咪耶。为什么觉得你这个发言好像他自己本人？对啊。哎、欸，我没打他都不算吧？等他过来，等啊！你站我在我位置，你要打我。你要打我？你看那个发射器里面，你点一下那个发射器里面。哎、欸，你怎么这样啊？不是，那都是你们丢了垃圾，全部吸进来的哎、欸。哦，真的吗？全都是你们丢了垃圾，全部吸进来。可是我是直接丢到岩浆里耶、欸。它下面是漏斗，吸过去吧。你们在哪里幹嘛？我也是你丢的。对啦，养鸡场啦、啊。漏斗里面全都是垃圾、啊。不是啊。但后面看这边这个我的发射器。我看看。这个发射器里面是什么东西？我要看。哈哈哈哈哈！这里面掉一半都是我丢，丢太歪了吧，团团。哪里？那个小便斗就在那边，你要把尿到外面去，奇怪呢。完蛋了！哪里？你是不是就是那个没有靠前一点点的那种人？人家那个标语是向前靠一点点。然后他尿在洗手台上面。洗手台。我跟你说，说到这个啊，我突然想到小时候就，哎、欸，我好像不知道有没有讲过小时候很白痴的事情。我小时候啊，就那个时候就第一次去外面上厕所，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就是我要先讲前提啊，前提是因为家里的人就是不太喜欢我们去外面上厕所，因为他觉得外面会很脏。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好不容易真的没，就是有一次真的没办法，然后去外面上厕所，然后那个时候呢，就看到，哎、欸，怎么有小便斗，而且是那种你知道就是。那种落地式的，觉得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然后呢，那个时候很小，我就异想天开，我居然那时候想上大号，我居然直接在小便斗上面上大号。哇！然后之后呢，家那个时候爸爸进来看，就哦，我的天哪、啊，你在干什么？等一下，你多小？那个时候真的很小，那个时候去哪里？我好像那个时候是跟家人出去玩吧，我有点忘记是多小了耶。我跟你讲。我以前小时候、那时候我可能高中还是什么时候，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去那个出家里出去玩，然后我们去附近出去玩的时候，我就那个高速公路会有那个休息站嘛，我就亲眼看到有一个小孩子坐在那个小便斗上面大便，你是看到团团？不可能啊，这个年纪差怎么可能啊？高中哎、欸，我忘记是国中还高中了，就是大概那个期间那样子。没有，我跟你没差那么多，所以不可能是我，不可能是我。我想说，我要你认清的是啊，就是那个在小便斗大便那个嘛，哎呀，是你呀，是你啦，时隔多年，哎呀，原来是你呀、啊，团团。哎呀，没有，我们后来还是有跟家人一起把那个弄好了，我们没有那么没良心，我们自己把它请好了。对，天。地狱门怎么被关了？干嘛？这里没在贩卖东西啦。我看一下。啊，我想问一下，问飞机传送
在哪儿？没有啊，就现在自己飞啊。目前没有，现在没有啊。目前没有，你们自己飞啊。练那个飞行等级啊，自己飞啊。对啊，有了，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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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可是我看那个讲台，那个书上那边没有啊，凉亭那边的。哦哦哦哦！啊，抱歉，这是我不知道的，不然其实已经可以那个哦。哎，啊！所以你们小时候都没有，小时候都没有误会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就是小便斗啊。没有、欸，没有啊，没有。你说可以拿来洗水果吗？哈哈哈！不行啊，好恶哦！洗水果，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是洗水果？以前有港剧啊。哦，那就是乡下来的，然后他就是看那个什么小便斗会自动出水，他就以为那个就是感应的，就拿苹果全面洗哦、啊，讲到这个，我又突然想到一个，又是跟小便斗有关的事情。要怎么都跟小便斗有关，就是又不是啦，刷牙太恶了，就是小好恶。又有一次很小的时候，那时候好像也是，应该是这个，应该就是休息站了，但是呢。我不是在上面大便啊，但就是那个休息站，它不是有一些就是很老式，它会是那种一整排的，然后它是从大概很高的地方，就是大概我们现在成年人大概胸口的地方会流水，流一排水出来，很像瀑布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小时候呢，我就想说，嗯，这是什么？洗澡是可以顺便洗手嘛？然后我就手摸一下。哦，你是贴在那个壁吗？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在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没记错的话，那个小便斗那个它的样子是不锈钢的，然后我看得出来它没有卡垢，只是那个时候我就想说这是洗手了吗？我就摸一下，然后没有卡垢，然后之后就被家人制止说那不是洗手的，然后我就再去洗一次手。哦，你看得仔细耶，好了，没卡垢那还好，你干净，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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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安全啦、啊！这样讲讲，是不是真的只差没有拿小便斗洗澡？我的天哪、啊！我的天！如果那个水量你能洗澡，你也是蛮厉害的了，哈哈。真当兵在洗哦，那表示你当时很苗条哎、欸。没有，当时也我也是很胖啦。哦，为什么只有我这种黑历史？为什么就没有啊？有包有，只是没不好意思讲出来而已啊。所以是我没啊，可是目前没有跟小便斗有相关的，所以我没有想起来，没有这么黑的啦。哦，所以是太黑了，是不是？对，真的太黑了。哎、欸，你就知道我其实是一个多天真无邪的人，你知道吗？看到这新事物都会有一点投以好奇的眼光，好奇。拜。拜。那个拔是谁啊？没有拿来洗脚啦，洗脚是什么鬼事啊？洗脚太奇怪了。哇天哪，跟有跟蠢的握手的时候，就想到这个手是小工具。对啊。原本没这样想的，被你讲完完了。哎呦，你讲蠢不是啊？啊，照你们这样讲，那你们每个人的手也都是擦过大便的，不是吗？所以我们大便不是手直接擦大便。哎、欸，搞不好我们之中有人就是曾经有过。SUS 有很可疑哦，搞不好哦。哇笑，你笑得很开心耶。不是，今天的话题也太屎尿屁了。是啊，不是，我没有要想要带刻意讲的，但是就刚好看到听到，你知道吗？哇，小雨听到这种话题怎么那么开心？不是啊，我最近都笑蛮开心的，最近都笑白痴。不是，我跟你讲，那小雨最近是讲话都是剪到，对我讲话就剪到枪，我很难过。最近吗？最近吗？只有最近吗？对啊，确定只有最近吗？是吗？还有别的吧？那个是气球吗？干嘛看幽灵？幽灵气球，好哦。就是拿那个望远镜，拿望远镜啊！好啦，我们不要屎尿屁，我们跨别的话题。不要放屁！要往啥呢？还有什么？
本来不是一样，还是一样。我们该换一个，不然大家都要吐了。还好，现在不是晚餐时间没差了。好，居然吗？现在没差。有人在吃啊，是我晚餐宵夜哦。哦，对啊，这个时间是吃宵夜的时间吧？好像是哦。那时间吃宵夜也吃不太下。对啊。就刚吃饱没多久，有时候有的真的是噼里啪啦碰，有些人是这个时间吃饭的、哎啊，对啊，我有知道那个刚补习完的小朋友，就这时间吃完成、嗯，对，啊，我今天是被霸凌哎、欸，有够可怜，为什么被谁霸凌？为什么？啊？喂喂啊啊 TC 了，我今天其实也是哎、欸，就是听不到，就是刚一爆开，然后回来就听到红心皇后，我想要发生什么事、啊，我一直都没有听到，只有听到红心皇后，对，一回来就说要拍照哈，不想啊啊。啊没关系，你现在知道了，你直接揭露重点啊，十万个。哎、欸欸欸嗯啊，我传到一个冰山雪地，你没在卖东西的，你看一下，看一下不行，从 TP 过来进到拉一下那个那个不是那个柜子，这样子看一下，顺手看一下，看一下，哇哇哇哇哇，我就手痒啊，哎，去烧食物吃。我怕你在下一次那个不是柜子，什么什么衣服、领带、什么裤子都给你拉一下看的。刚才听到拉链的声音，哈基，哎，那个传随机传出来还是冒险模式是正常的？对，因为在楼上传的，就是在楼上随机。你如果在楼上传十万格的话，是不是？哦，那是应该还那个啊。哎，下一次修，下一次修好。嗯。所以什么都不能做。对，我想说，是我卡了吗？我卡了吗？你能够打怪啦，至于挖土什么的不行啦。挖矿是挖不行。出去想要挖矿，那就不能挖这个。我刚刚很犹豫，到底是我卡了吗？你怎么了？没事。那个能不能设定来回走？起码我要练驯养。哈哈哈哈哈！手握胡萝卜，自动喂食啊，自动喂胡萝卜。那可能你身上负重要多一点，可以顺便练力量哦。哎呦，那有贸易品可以赚钱吗？哦，你这个是我们要另一个城镇的吧？他要有另一个城镇，我们要有新的城镇。哦，那需要盖个另一个城镇出来，我才有办法做这东西啊。我没有在暗示什么啦，对，想换家了，想换家了，那我们是不是要重辟一个 新的规划地？可以啊，然后阿汪跟波波都要哭了，才刚把家盖好，又要再盖，那也还好吧，还好啊，没事，还好吧，没差，是阿汪比较难过，随便的都可以，都可以，啊、阿汪比较难过。你好难做的，听起来超难过。啊啊！没有啦，我真的没有关系，不用顾我没事，没有啦，没有在顾你了，眼角有泪啊。哇，阿旺，你这屋子，这没事的。你这屋子，我要想要帮你补强结构啊。哦，我那时候说出200钻，有没有要装潢啊？没有人理我啊。有吗？你有讲吗？有。他那时候在弄他的店啊，然后我们一直都说我们用，就拆一个火把而已。那个时候我在吗？为什么你在弄那个？你在用店啊？哦，你那时候刚开幕那个啊？对。哦，到那时候很 boring 的时候。对啊。休息。我现在好像也没有200钻可以付。你可以贷款。贷款是不是，我们的银行没上线了。我可以啊，他是银行，我是高利贷。哦，你是高利贷，高利贷。这样讲可以的吗？嗯。为什么阿旺，你的箱子里有我的头啊？那是那个、哎、那个收收藏起来，新年的那个啊，你自己的。哇！你是碰瓷啊？责怪人家，不想碰瓷。你有要不要掉记录？其实只有我有放哦，是有录影存证的、哦，大家都有吧？因为他的箱子只有我的头啊。
啊，他抽到你的了，抽你的啊，合理吧？你卡在哪里？你怎么了？怎么了？我失忆了，楼下比较亮。对，楼下失忆了，楼下比较亮。这我嘞？你是啊？你有剪过精华就会有印象了。那时候是也是那个时候不是阿旺没有啊，这个不会是阿旺剪啊，这个要剪的话顶多是 Bobo 吧。嗯，可是那个的时候好像已经变成是我自己弄了，是不是？对啊，那时候是自己弄的啊，那时候自己弄的、啊、好像是哦。哦，对啊，那时候是自己弄的。哦，你可能觉得很无聊就跳过了。不会吧？这个感觉不会吧？大刀阔，哎。那这样团团你还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哇，你好像很像啊！哇，你问他有趣了，有趣的东西，觉得对方无趣哎、欸，天哪！哇，我才无趣，我才无趣，乌鸦乌鸦，啊啊啊啊！哇，我觉得你今天学剑好就这个最像哎、欸！哇，白话题知识，白话题知识。赶快说，赶快装死就对了。转移一下，怎么了？我头突然痛痛的，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我弟弟的身体为样，你的身体为样。那、啊、你说什么、啊？我刚没听到了。哎呀，头发骨折，吃泡面都有调味料，厕所都有卫生纸。哎呦，上厕所都有卫生纸，那种吃泡面都有调味料。好像某一位学姐会讲话，真的，突然的学姐，她仿佛还听得到她的声音，这样子吗？对，真的。PT 五阶四，干嘛？现在是要走怀旧风是不是？嗯，你没有怀旧吧？不是啊，换钻石，换钻石，我感觉怪量好少哦。有人在外面呢、啊？有人在10000格外啊？嗯。我们等一下白天应该就会正常了啦，还晚上就比较对啊，没啥怪，没物件。哎，副本记得要去打哦，9点喽。哦，9:45分。哎，我有哭功啊！啊，你绿绿的耶，好棒哦，开心。啊，现在打怪都是边走边跳。直接在他面前跳个舞，我在那个，冰冰冰冰，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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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哦，雪屋哎，哦，我们打副本的时候，竟然拿那个没有附魔效果的光碟去用，哦，把旧时代的东西都用了，哦，雪屋的那个是在哪里啊？泥土哦，嗯，哎 ，nothing。现在探全部地形的成就，是不是要探更多才能够获得啦？对，感觉是哎、欸。哦、可是我们啊，你是要连主世界的一起的话，那确实是要更多了。哦，现在要走42个地形哦，哇，天哪！我现在走38个，但是就不知道漏哪几个。哦，痛苦的。嗨，哎，喂，92，真的假的？这么少？我92，你说全部啊？没有啊，我用速度1，然后时间3，血量4，攻击4，这样只有90。对啊，现在的数量嘛就是这样啊。哦，太远了。以前要钻石。还是去乖乖解任务。以前是优惠价，喂，爽太久啦！他是110个，天哪！哎、欸，之前1.16就是42个喽。42个那个生态玉啊！哇，你也跳太回来了吧？太强啦！有跳，观众有说到。生态、欸，我们在交易，我们在内线交易。哦，哦，七，这有多少、哦？
有啊，上次就很少啊。上次不是至少还有二吗？还是这里连二都没有？七二五十五，这好慢，七倍再加五颗。请问有谁在家？我跟潘鑫都在家。好，家一八蹦。那你进来跟着下去，跟你讲。Yeah. 啊别别，我已经打过了。记得看你们有发光灯那个啊。哦哦，知道。发光灯。我有。进去。好。那就出发咯。好。我应该。欸，等一下，我装备穿的怪怪的，等我一下。我下去换装。差点。我装备还是幸运的。幸运装 ，lucky lucky lucky lucky， 怎么？哎，我们的钓妹一下，哎，你说啥？没有，我说我们钓鱼现在钓得到鹦鹉螺壳吗？钓得到啊，可以啊，之前不行吗？我想说有制定钓鱼不是吗？有啊，哦。但还是可以吧。我钓到的几率很无感，很低，很低，超低。因为有其他东西站着的吧？对啊，所以去打城市拿鹦鹉螺比较快。嗯，好吧。这种时候就是杰克，你又要出动了，帮我丢隐形药水哦。可以等一下吗？我们现在嘴上正打，不行，没有嘴巴很忙。这是给你的考验，太难了吧？你要一边很刺激的打东西，然后一边的去讲话，太刺激了。那我现在互打，我到底要先打谁？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受不了。都没掉，我都没掉啊，都没掉啊。我真的也很没有办法一心多用哎、欸，我没办法，我完全不行。嗯，感觉得出来。我只有画画的时候才可以。画画为什么可以啊？我不懂。因为我知道要干嘛。可是我觉得，哦，我之前上军训课的时候，就是我旁边同学他们在上三国那个嘛，就是类似三国歌那个什么孙子兵法的东西。我就边听边上课边回话。我隔壁的同学说：“你可以画画边回答问题。”我说：“可以啊。”我就只这个而已。好猛！真的，我如果是我也没办法。我觉得画画好难哦。好、哦，不是隔壁同学骂你说老师在那边画画，在回答问题。出卖，直接买。哎、欸，对，晴空有雨。恭喜！忘记插火把，找不到来的路。完了。地底下长得太一模一样了，认不出来。没插火把就长一样了。嗯，对、欸，看，读东西，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哈哈，在生死关头，很危险。すみません。ありがとう。すみません。ありがとう。哦，出啥 bug？ 有人还要打那个吗？远古杀手哎、欸，小雨没打过吧？我打过，我没打过。可以去我们原本的那个深海遗迹，就书本上面有的那一个。他重生了，他被重置了，在同一个位置。他被重置了，啪啦砰。嗯嗯，我好像也没打过哎，原来你在家里哦。你们可以去打打。哦，这边可以回家，很快。哦，不是小雨子哦。不是啦，我在地底下。我刚不是我在地底下。那我们刚好可以一人一只大只的耶。哈。哎、欸，这里往回走。没有，刚刚忘改那个之后再来改好了，好累哦。啊？哦，你这个是自己新盖的哦。对啊。哇 ，Fantastic Baby。就波波的断轨列车，刚刚完全没有人玩到，对，就直接不见了，没关系。他的断轨列车在哪里啊？在原本在地底下、啊，没有，在我家往库工卡的那个路上，没错，真的假的、啊？哦，我完全不知道你有盖这个东西，我去看一下。
他还在吗？还在，还在啊！他只剩下半截，残渣，剩一点点，哦，被切掉了，就真的是一半的鬼啊，断鬼了。他真的是断鬼，他现在鬼道已经完全没连在一起。我杀死一只了，没事，打一半蜘蛛牌，那我，那这张我呢？这下面啊，没事啊，我不会哭的。要真的耶？耶。这断鬼也太断了吧，一下就没了，直接被砍掉。他原本是长好好的，曾经，曾经，他曾经是长得如此之美。嗯，哎，我要去捞一下牛奶，牛奶，牛奶，没有牛奶了，只剩下奶桶。奶桶，鲜奶桶。嗯，这样子啦，烦死了。嗯，啊，怎么了？他把我的攻击力减掉了。GG，怎么没牛啊？他又把攻击力减掉了。减掉了。没攻击力了吗？小雨没攻击，你是不是直接重洗就快啊？啊，这把。直接重置，重置。哭了，啊，缠上了，攻击力减掉了，减能死啊！没有啦，那个减能死啊，他五条，然后两条攻击直接把两条都减掉，五条吗？太神了吧，这个几率太猛了，先来头哭了，减到爆炸，重刷了，重刷了，我先出花哦，出花。你先去啊，嗯，打那个海底遗迹。哦，你已经到了，我到了，我到了，只是那个我不是，不是剩两只吗？那你们去打就好。没有啊，来打，不是三只吗？重置吗？不是重置了吗？重置就三只，他不是三只啊？对啊，没有，雨月没打吧？我没打，啊，我只是被用到效果。我以为刚刚杰克说什么把他打死。就是说之前，啊哦，我们的打过哦，嗯，阿波波到了，我到了，我可以自己调冒险模式把它调掉吗？调啊，可以啊，调啊，你调，你调，你就调啊，被阻止你调啊，调啊，好，调啊，中招了，调啊，调，调啊，挤他，调，在哪边啊？我帮你们挖好了，真的吗？一批波波喽，所以波波先打死啊！我打死了，我打死了，另一只一个头顶呢，啊。好，我先呼吸一下。我是想要出去啦，这里是哪里？等一下，我跟你讲，我要溺死了。看小雨在哪边的吧，我再帮你们挖。我有牛奶。在下面。我这是看哪一条 ？BO， 出奶。哦，好险我有带门。你有带门哦。我带门。找到了吗？带门。艾米。那你要不要 TP 我这边一只？好，皮泡泡。哇，好贵哟。好，洗了。洗。还有哪里嘞？我是想出去。帮你挖。那是最上面的。我现在被弄那个缓速，然后我刚没带牛奶，整个人惨。我喝完了，喝完了，我喝掉了。让呼吸一下。好了，有了。团，我找到了 TP 我。他黑后。那我在最后一刹那把它砍。把它什么改？他都把它砍了。耶！我友谊就此崩。就是哇，他技毒蜘蛛哎，毒蜘蛛哎，啊，他不用怕，他刚刚有大量的高阶，那叫什么？是，哎，找不到这个。来，嘿，后羿特所，哎，你哎，哦，嘿，头上被捅了一刀，哦，没事啊，轻松法院，轻松法院，没有啊，我刚刚有，刚有念咒，刚念完，我念完才传的，被捅了一刀，被捅了一刀。等，哈基好像很刺激，我可以过去看吗？哦，有谁在家？我在你家的意思。好，我去看哈基。生存的吗？你站在后面的平台上，鱼会比较好进水池。有人在乱丢垃圾？没有，我在送你欧米亚给好吗？
欧米亚给。我看他像是个垃圾。我看他像是个垃圾。我看到像是稿纸。皮卡丘跑那么快啊！你有加、啊、加那个多少、啊？好恐怖哦！对，踢超往上拉看看，200趴，可200趴要这么快哦！跟鬼一样，平地宅邸，六个光体。哦、有河豚跳进了鱼池里。哦，有过刺激的，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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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有有有。哦，肚子好饿、哦。啊？肚子好饿。你不要再丢我药水了。你要先把女巫打死。对，哎、欸，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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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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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我卡，卡了，我是你的心卡了，把你跳掉，哇，你我好担心你装备会爆掉哦，我也怕你装备爆，哎，我的衣服爆了。哎、欸，我衣服爆了啊！衣服已经爆了，你不见了。哦，你衣服不见了。哇！你赶快按铃出来吧。你快按铃出来吧。你要不要把妆脱一脱啊？哇！亏，亏到爆开。哎、欸，那个衣服不是超亏的。你爆妆啊！爆了，尴尬喽。你其他装备是不是快爆了、啊？对。至少他是损失一件，不是损失全部。不是损失全部。你那个衣服是有保有耐久石，然后有耐久石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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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应该是潜的很好吧？潜的好。哇，潜的好。所以比较难，所以感觉要挑战这种的，就也要想办法全部都耐久石，会耐久才上去才行。对，不然很容易爆装。不然就是要好好的。欸、你是酷欸。酷威，我要来看我今天运气如何了。哎、你要冲了吗？对，好难过、哦。我们修装系统，这修装的那个中介还是还没弄出来，还没，还没，还现在只能去墓园打。那下一集吧。对啊，墓园打现在应该也是还蛮快的。我是靠钓鱼才修装。哦，天，运势都不好。哦哦，哇塞，三只苦力怕。嗯，哇哦，你为什么不副手拿钓竿啊，杰克？我没有这样想过，哎，你好聪明哦。哦，那是小雨教我的，他比较聪明。你好聪明哦。太聪明了吧？就反正他只有右键的、啊，他没有左键。对啊，是啊。为什么家楼上生蜘蛛？因为你家可能有一些他们喜欢吃的食物啊，比如哎、欸、小强啊。对啊。哦。你干嘛？他拉牙会帮你吃小强、啊。在偷偷看你在干嘛？你是聪明呀、啊，坏人呢、欸？聪明附身，说什么？跟着我那一只头发蹲在我家门口，不是怪人是什么？我帮你把门关起来，你刚门没关好。他关不太起来，因为他旁边那个有一个拉杆。哦，这是谁的家？哦，哈基的家。到处看呢、欸，到处逛逛家是不是？今天在做什么啊？其实干嘛？没有，因为我现在想到底是要继续挖矿，还是去看你们在干嘛？你知道？团团观察，真的很像是怪人。我今天很像怪人啊！你今天就一直去晃人家家，一直靠人家路过有东西就把人家打开来看看一下、啊。李长博、欸，你是不是在找什么东西呀、啊？没有啊，只是想看一下，很久没有看，关心你们，关心一下、喔。你就是翻冰箱门嘛，反正不知道吃什么，先打开来看嘛，对不对？哦，原来这样啊。哎、欸，有没有要打传教？不是传教，传教士，传教士，传教士，太行了！原来还有传教士这个哦，传道，完，传道出过来，然后说你信教吗？你信教吗？你信教吗？
会打什么？你在干嘛啦，团团？味道循环。你家里味道是啦，对啦，味道是好可爱、啊。哎呀，你不要一直传教，这才叫放羊啊！被传教哎、欸，是啊，你五郎被爬不？我被勾勾带啊！你被勾勾带，精英怪的爱。好了，坐标了。八八八嘞，有时候有时候没有。好，我们这你梳理一下。我刚跑两次 BOSS， 他都直接消失、欸。这边都有，这边都有。对，脚底刷掉了，同时两只出现。二五六，很尴尬啊！为什么味道是你被打不死啊？不是啊，那个你看你们有没有打那个啊？你说绿宝石啊？不是啦，那个叫什么？哦，成就啊，成就啊，成就！你要你全部讲的都不对，你怎么了？频率不在同一个线上，完了！要跳那个脑鬼跟那个可以打跳，我在我这儿。哎呦呦！全吸收八会是多少？我那个刀一个八，里面呢、啊？里面有打过，打过，那个打过了哦。等一下，我换个装。那个是会召唤那个地板怪兽的那个呢？你有 BOSS 抗性60%哇！哦，那个太少了，玩家太少。没事，我们慢慢打。这边有这么想啊啊！冰冰要讲啊！冰冰要讲啊！刚刚这边有咒语，你怎么 TP 魔王啊？直接死！对啊，我 TP 哈基啊！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哈基哦！我们法院见，这个直接走到主角。打不到，再通一点，再通一点。下一个到底是谁啊？好好奇第二章的轻松法院，你有吸到吗？只有一组。是谁？我没有零。那你现在要开始赶快找证据了。哎，等一下，52颗是不是刚刚的？哎、欸，回吧。没事，把钻石炸掉。我要去挖木。没事啊，那就这样啊。你那个留给你啊，你那么难过。又死又爆撞，那么难过，你那么的难过，看似谋杀校长的一宗命案，实际上背后隐瞒着更多的东西，你要这样子演吗？没错，好的，你都想好剧本，对，该想的都想了，我飞错地方，想说那里怪怪的，哎 ，KTV 是在哪个位置？那现在不是 KTV， 现在是凉亭。凉亭哦，要在凉亭里面。对哦，话说是不是有人买修补付错金额啦？我最近没买、啊，是少给还是多给啊？给错货币。哦，绿宝石是不是？我没有，只是给绿宝石是不是。我上一次最后绿宝石啊，我上一次最后去付修补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绿宝石，我想是谁啊？乱付？那很久之前了吗？好像上次我上次买上哎、欸、上次还上上次有买一次修补了，那时候就看到你说那时候哈基也在找修补的时候吗？我忘记了，反正那个时候好像只有我自己一个要找的。哈基找修补是在更久以前的哦，对吧、啊？很神奇吧？啊，对，这个因为我刚刚上去看的时候，自己要拿一本，看怎么有5颗绿宝石在上面。嗯，谁呢？有鬼！快点，伟大的观众大神们，请问一下，是谁附成绿宝石啦？你看那个也很酱油哎、欸，我的天哪、啊，很酱油！伟大的观众大神们呢？伟大的观众呀！哎呦呀！哦，飞行的已经有效果了哎、欸。什么效果？嗯，啊、对、啊、哦，就是等级5的时候使用烟火有10%几率会。直接补充一个烟火就免费、他们有人说好像是哈基耶、哈基是什么是我吗？我有丢钻石吧，我不知道他们有人说好像是你，他们说好像疑似好吸引，他说他有这个几率好低哦，真的不知道，你说修补几率很低哦，对啊，就25%成功耶，哎呀，很合理。要不要去楼下？5颗钻石就一定成功哦。对啊，我要去楼下买。哇，你刚商是不是？
充一次几钻啊？但是你真的知道他，你楼下书本用完就没了哟。其实哇，现在修我们有一只村民啊，可以说村民没有了哟。有啊，他刚引到了、啊，有啊，有一只啊，今天有一只回来啊。但是你知道村民弄不出修补了哟。哦，绝版了哦，绝版了。哎、欸，鱼啊，我全烧了，鱼全烧了，全烧了，全烧了，全烧一本而已。钓鱼也钓不到的哟。是他把他的机制弄掉，还是你刚好咔嚓？他咔嚓掉了，我把他咔嚓掉了。哦，好过分哦，好过分哦，就改让他稀有一点这样。等下鱼月说：“我才不要卖嘞，我要自己留着。”他发现一组五十钻了。我现在鱼月说现在涨价一本一百倍。哇！没捡到。哎、欸，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修补书。唐伯伯拿着一本书丢出来，然后他就不见了。哦。欸、哇哇！他不能存在在表面上，是不是？完了，国培哇，国培 Q 了，他就不见了，所以要用箱子交易耶，对，对啊，会让他见光，见光会死哦。我的修补书，他说哪一本出来的？吸血鬼的书本，对，吸血鬼的书，你直接给小雨好了，小雨自己拿吗？小雨自己拿好了。是河豚，你直接拿吗？嘿，来本，很难。哈利路亚呀！我今天高高兴兴，哎，买了一本书，这里没有在卖。给小雨一本书，没有啊？干嘛？我没有要看、啊。拿了，我拿了。没有看，没事。我去落单海了。而且你说可以看技能的等级是在哪？在这里，上面啊，凉亭啊。要在凉亭找一下，右边右边、哦。我刚一直看正面，太难了吧？你是鬼吧？杀怪一百五了，杀怪那你跨五，我看得到、啊，全部看得到，全部人都看得到，哦、全部人都看得到，对不起啊，两只烟都鬼，两百了。我为了要修我的稿子啊，哎、欸，那你这样安德盖出来杀怪会不会刷到？还是你有改掉啊？会啊。你滑鼠点下去那个沙怪去点一下，嗯，你就会看到上面有写一些字，定点刷怪似乎没办法获得，哦，了解。那边移动边打呢？你说左右左右左右，就要看它的那个移动范围是多大、啊。Shaking shaking shaking， 反正你很嗨呢。现在钓鱼是不是很赚啊？怎么了？啊？我已经钓到三颗钻石钻了，三颗钻石钻了、欸。运气啦！运气好，我刚刚都没有，我掉了半小时没有钻啊，你看要不要再想一下啦？你看要不要再分一下啊？对啊，你再想一下啦。你要不要分一下？哇！要想清楚玩。对啊，再想一下，再想一下。想清楚。我再跳看看，我再跳看看。对对对。你幸运多少啊？啊，我没有幸运啊，就只是那个，你想一下，海洋祝福四而已啊！我穿幸运装在钓鱼都没钓到哦。对，再想一下，再想一下。我路过就看到鱼钓一颗啊，我想说，很想说这个钓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已经钓三颗了，所以我很疑惑啊。我人家的钓鱼跟我的钓鱼不太一样。对啊。别人钓鱼都可以致富，我钓鱼是穷。越几率，越穷。隐约那个应该是 bug 了啊！你要那个东西要还给我，那只要要充公。没有没有没有，隐约直接说没有这件事情，没有这件事情。哦，那我再多钓几颗，再看看状况啦哈。我再帮你测试看这是不是 bug 啦。阿点就说好了，我先回你，我刚钓一组了啦。一组，这钓一组真的有鬼！我跟你讲，我直接先检举。拉起来子怎么直接一组转啊，奇怪，怎么回事？不行，这个真的有鬼了，这样真的有鬼了。鱼儿舞真的舒服、欸、一直拉一直拉。对啊。哎、欸，哈记，嗨，1.2倍是110%还是120%？1.2，110%。哦，是哦。怎么了？没有，因为我有一颗。
1.2 倍不就是120帕米数啊？我又掉一颗了，五颗了。1.2是120，你要不要分一下啊？对啊，是啊，因为我看公式，你写的公式是写110耶。哦，我记了。放1.2倍。T啊 TP， 因为这是旧的啊，看会比较准。旧 TP， 你们这样子，我要放龙源出来了哦。所以旧的是 1.1 哦。来来来来来，新的是 1.1， 旧的是 1.2。但现在都是统一造新的，要成就吧？就是你光碟放旧的进去没关系，但是它是出现新的数值这样。对对哦哦，是水桶，懂？有稍微变动一下，有啊，要加速的。不然我们的任务强，没人解任务，去吧。因为真的觉得好复杂。我在努力的哦，放放看啊。味道是。反正我这边也需要一只，怎样？它是会咬鱼吗？还是它会咬河豚吗？会吗？哦，好像会。会啊，都会咬啊。那它会中毒吗？会啊，也会中毒。会中毒啊！来来来来来，一家团圆，一家团圆，万家香。你这个就用傻的啊？这算这算刷怪的呢？哦，这我来，这个我自己来。好痛啊！哇，这只龙鱼看怎么看起来这么可爱啊？它长得好像繁星哦，还有兔耳朵哎！哪里？好呀好！你刚刚的反应也好萌哦！哪里？哪里、啊？哪里？哪里？啊，这里的，哈哈！你要不要把那个河口堵住啊？不然他们不会游走、啊。不会，这边有食物，他们会自己过来。饿了会自己回家。饿了会回家。时间到了，放饭了，放饭了，好，回家。嗯，你怎么了？叶妹来啦！啊，唱片一张。啊，你掉唱片？没有啊，叶妹冲过来要撞我。没有，开始真的觉得雨月怪怪的喽。对啊。啊？为什么？开始真的觉得掉到唱片吗？怪怪的。我不是掉到啊。我不是掉到。你怎么快快你怎么掉到强绿卷？我的天哪，太夸张了吧！太扯了，是不是钓鱼大放送啊？哇！我不行了，不行了，我要先看检查检查这个鱼的钓竿了。跟别人不一样啊！是云月机遇吗？好爽啊！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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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游出成这样哇！我们游出去了，止不住的开心哎、欸！零啊，幸运零啊，你为什么会啊？没有强力卷啊？你在想什么？没有了吧？你掉了，掉到校长了。他以为要怪怪的了啦。没有啦，我掉出一个连结这样子。好，继续。我说，我掉到100趴卷哎、欸。哦，又没有又没有这个道具，我就没有100趴卷呢。我没有写过东西啊。没有去啊！阿芝真的点到了啊！他既认真了，他既认真了。就跟你讲话，掉到了，掉到了。Money 啦！跟你讲，不要这样。坏人文中箭矢呢？他穿过了箭矢。我发现会只有箭矢往这边飞过来，到底怎么回事？没有，因为我的箭会那个发射箭矢。哎呦，我要点哪一个啊？我把龙源收起来，为什么？来不及吃，来不及吃。等下随机消失，消失到龙源会哭。哦、啊，哭哭 ，Q Q。钓鱼会不会钓到那个、啊、发光鱿鱼啊？不会，应该不会、啊。当着一般的吧。发光鱿鱼要在那个暗的地方，然后歪轴65以下啊，63以下。嗯。计算机是不是修 bug 修到有点不知道自己打了什么了？没有，我跟你讲，这系统真的太庞大，到我自己就是常常你做什么事，我要先想一下我那时候是怎么写的。辛苦，辛苦，真的辛苦了。怎么？可是这也让外快多了很多很多的那个多样性啊。对啊，你看一个强化系统就可以玩很久了。不支持一下吗？我光里面的文字哦，我写了2 MB 哦，2 MB 2.3 MB 哦，
2.3倍你知道里面写多少了？你的文字会动哦，还会放歌哦。你的文字是图对不对？一张很大的图，大图大图，靠近屋吗？靠近屋吗？还洗澡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嗯，哎、欸，越来越多钓鱼的线了、啊，不知道哪一条是谁的、啊，所以我离你们很远。哎、欸，我们之后是不是可以再办一次钓鱼比赛啊？既然哈基现在有加一些新东西的话，可以啊，可以啊，就蛮有趣的。你们有钓到鹦鹉螺壳可以给我？我有，我有钓到，耶、yeah, ，谢谢。我主要想要鹦鹉螺壳，这里这里后面。哎呦，哎呦。把你这个小坏坏装起来，小坏坏装起来，耶嘞！你装了什么？啊，我装什么？你要看吗？好河豚呐！刚刚想说要不要在你脚下放？你放出来，它就会直接死去哦！哦，好凶哎！他刺我哎、欸！他先凶我，我当然凶回去啊！你要想是谁放的、啊，对不对？你自己太多余了吧？我说，然后河豚下面还有很多只哎、欸，它河里面很多余，我现在砍一砍啊！完了完了，原来是很多鱼，太多鱼，太多鱼了，把它清一清啊！汪汪汪汪哇！天哪，跟鱼清清哎、欸！天哪！哦，哎呦喂，鱼臭味，为什么会有海灵石？谁扔的？还是钓得到的？哈基，检查一下。等一下，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想一下，那想一下嘛，他自己不能检查了，他累了。为什么有骨头啊？原本就有骨头啊。有，不会啊，只有骨粉、啊。有啊，会骨粉啊，会有骨粉呢、啊。没有，我看到一整根的骨头。哦，没有啊，鱼骨头比较，鱼骨头比较粗嘛。自己比较大只啦。我的天哪！有一定有乱丢垃圾啦、啊！可恶，我刚刚把它分成骨粉再丢进去。哎、欸，繁星，哎、欸，就是说在你这个鱼池丢垃圾的人会怎么样？有失不得超生，有现行犯哦，害自首喽。哦，这次不是我了。我看这个水上飘那么多东西，超一样啊，不啊，完蛋了。不是，刚刚谁去那个海底遗迹啊？对不对？哦，哦，海底是问谁那边来的啊？我跟你说，海底我就不知道了。如果是我的话，我的是在雨月那边，所以是雨月丢的。哎、欸，你先丢我身上，然后再捡。啊！啊没有啊，对啊，我丢给允月，所以这允月允，如果我最后发现那个海灵石是我的，那就是允月丢的，因为最后是在允月那边。哦，甩锅！哇，这个甩锅，哇，有甩起来了。对，友谊的池塘最会甩耶、欸。这里是不是难得这么多人啊？很会钓鱼，那等时间到、啊。我只想钓。鹦鹉螺壳啦，我不知道怎么越钓越多人啦，我跑不来啦。你要钓几个啊？要八个啊，八个啊，绕一圈啊。哦，阿姐那个任务啊，是要钓几只钓竿呢？很赞、啊。罗宾明明叫我仙人掌，奇怪、欸。叫仙人掌。隔壁啊，天堂隔壁啊。哦。垃圾仙子。啊！你说谁垃圾仙子？你说谁垃圾？你说谁先死？真是钓鱼乐，阖家欢乐的时光。你是想讲台语吗？你想要讲啥呢？你是在讲啥呢？什么都不知道。你感觉比较好吗？啊，我暴气啊！我怎么了？我刚刚在放钓竿的时候，那个我就故意投在他游标上面，好烦啊！天哪，今天是不是特别皮啊？有一点，真的很屁孩，真的很屁孩。哎，你讲话也不留情面哎，直接说我屁孩。我就跟你说吧，我现在就是因为小便斗勾起他的回忆了。
小便斗啊，对吧？童年回忆，你是不是也被小便斗的？我要给你惩罚，你在乱讲话，惩罚，惩罚，哇！哎，我的哎。你今天除了有点小屁孩，还有点操林呆。今天没笑啦，那个幼年化了。喝多，读到自己，笑他恶作剧到自己。操你呆呢，操你呆！惩罚，这个是那个诶，中铁哪个？热带鱼啊，它可以繁殖。热带鱼中犬。对，我钓到热带鱼。很奇怪，他们要吃水桶的热带鱼，不吃手上拿的热带鱼。我要吃生的，不吃死的。所以你拿桶装热带鱼，他们会生小只哦。对啊。对啊。而且刚讲的是嘴巴有点打击。哦吼！我刚卡住，我看到鱿鱼在我脸前飞起来，超恐怖的。飞天鱿鱼，真是飞天鱿鱼。希望有一天可以再重建那个。可以啊，可以啊。你现在下面放那个灵魂沙，会看到一道飞天的鱼啊。那就是飞起来，这里的鱼全部都会飞起来。对啊，嗯、我要去做制造飞天荧光鱿鱼。请不要放在我这边哦。啊，会不见？不会生啊，这边不会生啊。对啊，我把它从地底上然后带上。你加油，哦、很难呢、欸。你要怎么带、嗯？你要怎么死？我不知道啊。昨天、啊，你今天觉得今天中奖是几号？二十七号啊，对，二十七号哈，对不对？对。然后你下去了，哪次不中的？不中都是主人的问题。对，中了才能问你吃罐罐，你知道吗？好可怜！你跟老板说我给你卖块的钻石，不卖我罐罐这样子吗？对，因为我钓到一个。耶，谢谢。说钓到鱼啊？为什么天上有人掉下来？天上有，哎，我又钓到一个。你怎么那么屌啊？我已经钓三个飞天鱿鱼。哇，好猛哦！我刚刚突然怎么可以钓到啊？快连掉两个，超扯！疯狂完蛋了，我觉得今天小雨运气很好。对啊，上次是小雨中吗？还是对啊，上一次啊，上礼拜四啊，素啊，素完完了，他又再次离开了非洲，完了，成为叛逆的群体。我他最近都很无所谓，很可是我冲车补充不过，补充不，修补太低了，我冲了两次，忘记了。哦哦哦哦！大怪提升了，你是打鱼吗？对啊，对耶，打鱼可以练杀怪，打鱼也可以耶。不是我刚刚就跟你讲，你副手那个啊，副手是剑，副手是钓竿，钓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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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顺便拿收集食物啊。对啊，又可以烤，可以拿去哇，一举三得哎。对啊，有什么东西可以一举三得？钓鱼打怪轰刃，对啊，哇，好赚哦！作者，你们想到这一块，你们觉得太 OP 想 nerf 了呢？就练啊！哎，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放熔炉里面，啊，如果你是烧矿经验锁在里面，你最后拿烧食物拿出来是算食物的吗？你有想？不是经，它不是，它不是靠经验的吗？对，个数吗？个数就应该还好。哎、欸，我捞到一对热带鱼了，可以来养。我已经生了一只了。大家都在钓。你养在哪里啊？钓鱼在这啊。我在解了。它是怎样？它是会回来这里是？会啊。钓鱼狂热。你要生吗？对啊，我有在想。三二。生也有几率出那个啊。嗯，八。我都是两只蓝色。那你用啊？你养在外面也可以啊。我怕他们乱跑，他们不是乱跑，没有水会死掉。欸、你是蓝色吗？我是一只黄色的。你赌了，你赌了，赌快点赌多少？你有养到蓝色的吗？还没。哎、欸，开始玩跳舞机哦！我这边会有箭子飞过去哦。什么？黄的？黄的。啊。
开，那把它放在这里。耶、oh! yeah, ，击中啦！啊，又击中一个。中箭了。有啊，去自残了，来自残了，来啦，来啦，来啦，完结喽。为什么不掉你面前的、啊？因为这边是让鱼跳进来的地方。对啊，那个是我特别弄的。嗯，对耶，那我们现在是半个钓鱼比赛，我们就是看谁能够从水里面钓出钓到自己面前的框框里面鱼最多，谁就赢。你要怎么算啊、嗯、一只一只慢慢打、啊。我说最后啊，看最后打剩下来的鱼有多哦，没有啊，就是每一个都像杰克前面一样一个方块啊，就有点像钓珠珠啊。哦、对吧、啊？就你要掉进去活跳跳的这样啊，对啊。那可以去拉别人格子吗？拉得到吗？那鱼拉得到吗？也可以拉得到、哦，钓竿拉得出来也是可以吧？钓竿对啊，钓了。可是你那个时间还不如直接钓一次。对，没有就是要当水鬼这样子。对啊，当水鬼啊。没有，可能就要设定那个啊，什么河豚几分啊，可能比较高分之类的，然后大家就想去拉河豚啊。哦，那你就看到隔壁一直掉钻石钻石，那他也赢了很多哎、欸，外赢家哎、欸，对啊，不用比赛他就很赚了哎、欸，说到很赚，我把热带鱼砍死，哎、欸，要开奖啦，十点了，我要上去了，他掉过头了，掉过头了，啊，哔哩哔哩啪啦碰，啊，耶，哇，钓鱼钓到三张唱片哎、欸。开始啦！钓鱼没有用唱片吧？他是那个啦，叶妹咬他啦，叶妹啦，钓他会钓到了，钓他，又是你，哦，又是你啊！连三中吗？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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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are you？ 我跟你讲，真的要连三了，连三了，太夸张了，哎。啊！仿佛，仿佛，仿佛啊！然后你可以，我们可以成为连三的那个了，骄傲。好爽哦！好爽哦！好爽！又是我啦！太开心了呀！帮扶啊，零次帮扶，零次帮扶，扶不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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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那个什么鹦鹉螺壳的幸运，哎，你最后开始爆棚哎、欸，完了，你黑色沙漠等一下是不是要冲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出来了？对，还好吧，我也没冲什么特别的，前面就没冲特别的。那时候你等下就要开始赚取暴力了。我希望我的马在升到三十等的时候，可以就是多升一个骏马技能。他下最后一次了，赶快升一只蓝色龙猿出来啦！对啊，我想吃蓝色龙眼、欸。薯条没罐罐的，薯条肚子饿了。耶，干嘛？要下课了。校长，校长，哈校长沉默了。哎，校长现在还在钓鱼。哈校长抱歉。那同学怎么在窗外钓鱼啊？同学，窗外钓鱼。哦，这叫做抛，是抛得出去吗？我抛到了，抛到了，我也抛到了，钓到校长，放副手是不是啊？放副手，放副手，啊、放副手，哎、欸，真的钓到啊！哇，变螳螂了啊！校长很多，哇，就只剩下我没有吃的秘密钓了，断了，哇，断了，校长断了。校长，校长断了，怎么理智线也断了？校长理智线断了。今天就到这边啦，感谢大家啦，感谢啦，哭啦，休息吧，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啊，校长，不要哭。好啦，觉得最可怜就是他记得啦。那时候跟他讲啊，你这样装备会爆、啊。你看前两次吧，那时候他就是都玩攻击很痛的嘛。然后后面发现不对哦，对哦，他的血量越扣越多咳咳。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啦。
艾扎在玩麦块，不然等一下啦，如果去看看，如果他还要继续玩的话，我再开。就这样，我先收台。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去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大家晚安，拜拜，拜拜，拜拜。